咱有讲主条嘛？对，进入主条。啊。啊。你哪位来？那个，请党团助理催一下人。洪总理昨天有一个书面执行。啊。嗯。来，跪也跪跪，少一个。少一个。来，开始了。报告委员会出席为八人，移除法定人数。好，进行报告事，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第34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7月6日上午9时12分至11时13分，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黄委员昭顺等15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14人，列席官员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等，主席曾召集委员齐迈。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第28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其中主席宣告，请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及相关部会，将最近与对岸沟通的所有相关文件及传真，稍后提供给委员会，后增列注记。所有公文文件及传真，需依据国家机密保护法及相关规定处理。讨论事项：审查本院委员王玉明等19人依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16条及第23条条文修正草案等5案。本次会议经委员姚文智说明提案要旨，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报告，委员庄瑞雄等提出质询，均经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及所属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徐增卫等4人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二、讨论事项个案，另定期继续逐条审查。散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的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然后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进行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继续审查委员王玉明等19人，委员李彦秀等16人，委员卢秀燕等16人，委员邱志伟等18人，委员姚文智等20人，分别依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宣读完毕。好，我们介绍列席官员。内政部的我们的花敬群花政次，营建署的许文龙署长，建筑研究所陈瑞麟副所长，那其他包括农委会、法务部、卫福部、经管会、财政部都有派人列席。我们现在上次已经宣告，我们现在进入逐条讨论，请宣读《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之条文内容。《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邱志伟等18人提案第8条第2项修正为：公寓大厦有12岁以下儿童及65岁以上长者之住户，外墙开口部或阳台得设置不妨碍逃生且不突出外墙面之防坠设施，防坠设施设置后设置理由消失且不符前项限制者，区分所有权人应予改善或回复原状，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卢秀燕等16人提案增列第12条之一，文字为：公寓大厦建造完成已逾20年者，应定期检查及维护外墙瓷砖等设备。委员李彦秀等16人提案第13条增列第4款，外墙装修材料脱落，造致危害公共安全者，主动通报主管机关列管，并于1个月内立即全面检修更换，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王玉明等19人提案第16条第4项修正为：住户饲养动物不得妨碍公共卫生、公共安宁及公共安全，管理委员会不得以规约或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禁止饲养，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姚文智等20人提案第18条第3项修正为：公共基金应设置专户储存，并得经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交付信托，或由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其运用应依区分所有权人会议之决议为止，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王玉明等19人提案第23条删除现行法第2项第3款。第4、5、6、7款分别改列为第3、4、5、6款，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
委员卢秀燕等16人提案第49条，增列第9款，建物所有人或管理委员会违反第12条之一规定，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宣读完毕。好，那个我们进入逐条讨论。好，那我征询大家的一个意见哈，为了让法案能够比较快速的进行，好，那我们逐条协商，那最后我们再逐条处理。请问各位有没有异议？好，只要没有异议的话，我们现在逐条协商。那个雅芬，
好，那个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注意听一下哈。我们原则上是并案的哈。那假如这个案大家有争议，我们就不并案。那各位听懂我的意思没有？好，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我这样处理。哦，因为假如没有意见，那并案的话速度就比较快嘛。院会宣读的时候，一次就可以把它完成啊。那假如这个个别条文、个别委员有意见，我们就不并案，就不会拖到其他条文了、啊。意思是安尼。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一条一条来。第八条，邱志伟委员的修正意见，把65岁以上那个叫长者吗？那个定。那个叫什么？那个定义叫什么？啊，高龄哦，哦，啊，刚才65的高龄啊。法定的，法定的，对老人，对老人的定义。对，啊，是讲迄个名那些高龄者哦。老人福利法。哎。啊，你那高龄者的对的定义？哎、欸，那个不要，应该是不要讲那个，应该是皱眉头那一种，很危险的。哎、欸。对啊。来来，那个资料都拿出来看一下。对，那个法制局呢？法制局有没有派人？哎、欸，啊，法制局你坐到伊壁角去啊！老人是啥？老人是啥物法？内底有规定，65岁以上。来，进来，进来，进。以后坐前面第一排，第一个位置让你坐，不要坐到最后面，找不到人。对对对对，来来来，来表示一下意见。好，这个我们先等一下再回来处理的哈，这就定义的问题。原则上大家没有意见嘛？哈，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吧，就是把儿童级改成儿童货。啊好好 ，OK。好。按照老人福利法的定义是老人。我们等一下回头再来了哈，12条之一，这个卢秀文新增的条文。大家有没有意见？来，李俊毅委员，来，大家要讲话，拿麦克风留个记录哈。我请教一下内政部哈，你们现在这个已逾是15年嘛？你们昨天的回答是15年就开始检验，定期检验了嘛，对不对？那这里要不要干脆改为15年？我下集也李俊毅讲，他讲改15年。我们。跟主席各位委员哈说明哈，昨天哈在我们答询的时候是希望说，关于这个外墙的这个部分哈，是不是还是回归到建筑法跟它的执法啦？这样是全面那个可以照顾了。不过就是说这里如果要写的话哈，那现在变成是说是写的快，算是说，我们不反对了哈，是不反对。不过就是说，如果那个法都已经有的话，是比较，建筑会比较可以照顾到所有的大楼，全部都那个啊，这里只有公益大厦。啊，它的规定是什么？啊，我们是怕说两种啊，7楼以上15年以上，你要定期检查，列入公安。啊，7楼以下嘞？7楼以下只有地方政府，只有地方政府，哎，对。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公益大厦。这个部分都是在讲7楼以上，没有公益大厦，公益大厦也不是说只有7楼以上的，不，哎，也不是，只要合乎哈、啊、这个区分所有权人的这种公益，公益不一定那个4、5楼也都是公益啊。所以你的意思7楼以下免就对啊，地方政府也不一定在管啊，地方政府不见得在管。来来，说明一下，说明一下，啊，等一下，等我说明完戴瑞龙。是，谢委员，因为其实这个整个。
外墙的一个修缮啊，它第一个我们定的就是规模七楼以上，如果是30年的，我们要求它3年检查一次，15年的6年检查一次。那七楼以下，因为这个能量的问题，我们先推这一块15楼，那个15年以上这一块七楼以上的建筑物。那我们在建筑法不只定这个东西，而且到底谁有能力去做这个评鉴，我们还要去指定这个机构。还有指定这个人员来做这个评鉴，那评鉴完他有一套这个完整的计划书要提出，如果有问题要提出改善计划送给地方政府，有一连串的事项，那怎么去做评鉴，在建筑法里面非常详细的规定清楚。所以 我相信委员这个当然这个是非常有那个善意的一个条文，但是我们是建议如果建筑法已经有了，是不是在那边比较完整的去做一个描述，避免两边有不同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出现，会不会比较好执行？以上报告，谢谢。好，那个赖瑞龙委员。好，谢谢。我遵循大家说有提到，其实我不反对在建筑法定，但是什么时间内去完成呢？哈啊，另外如果这个地方定有没有跟建筑法有冲突的地方啊？如果确实有要定的话，我也建议就是改为15年了哈。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好不好？如果什么时候可以定建筑法案可以修订，你们预定的目标时间？那另外是这里定的话，跟建筑法有没有相冲突？这个、我们是计划说今年内、啊、能够把这个执法、啊、公安的这个列入这个今年内能够完成、啊、因为从那个霸王寒流以来、啊、现在越来越严重嘛，我们也注意到、啊、这个气候变迁的关系，热胀冷缩、啊、这瓷砖的热胀冷缩可能情形会越来越严重，哎，这个部分我们是计划今年的、啊、那或者是不是、哎、我给我们一个时间，如果说那个不行的话，这一条再来特别修，可不可以说这样？好了，我问一个简单问题啊，就是说你们现在是按照建筑公共安全检查签证及申报办法嘛，对不对？法则呢？假如因为卢秀燕配套有修法则嘛，那假如违反这个申报办法，或者是建筑外墙有脱落，他没有做定期检查。这个没有法则啊，法则是在建筑法的91条。啊，行了，法则写上。好像是6万到30万呢、啊。可以得连续处啊。嗯。好，那个各位委员来，从你们昨天的报告哈，你们是要研拟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签证及申报办法嘛？对不对？那由这个法里面去规定说，7层以上且使用执照15年以上的这个部分的外墙脱落，你们是要用这个办法来规范嘛？对，那但是它这个办法的母法是建筑法，那建筑法里面有没有这样相关的规范？还是只有办法里面有？对呀、啊，所以这个如果定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跟你定在建筑法的。建筑法，或是你定在所谓你们准备研拟的这个什么安全检查签证及申报办法，这法律的位阶是不一样的、哦，法律位阶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这个要思考清楚，到底要怎么处理。那个报主席，我可以回答，谢谢。报告委员，因为在我们用那个建筑公安检查申报法，它的母法是建筑法第77条，那它77条它有写，对77还是。是因为不是因为是报委，因为77条它是有规定说建筑物应该那个使用人应该要维护建筑物合法使用跟设备安全，那这些合法使用跟设备安全的检查频率还有申报制度授权母法，就由这个母法授权我们的一个办法来定，所以现在的整个公共安全的制度，不管是一般的那个防火避难设施、消防设备的检查，以及后续我们可能会定的这个外墙评估，都是在依照这个母法的授权来做。那它也有相关的那个法则的配套了。以上报告。这个其实就是我的问题了。你们未来如果是用这个办法来约束，那这办法里面怎么可以有法则？人民的权利义务事项怎么可以用办法直接规定法则？除非你明确的建筑法完全授权说啊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才可以啊。那所以这个法律位阶是有差异的。我现在要提醒你们，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要在法规上里面定，还是你们要用这个所谓的办法用行政命令来定，这个是有差别的。所以这个要搞清楚。好、哦，你们认为怎么样规范的强度会比较高？现在大家的重点都一样，大家的重点就是希望落实这个安全检查的体系嘛。
哦，那安全检查的办法嘛。那这个部分如果你们要定在法规上要比较强烈的话，那我觉得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或建筑法都应该把这些明定，而不是用一个检查办法来处理。那个我听懂那个李俊伟的意见啦，哦，因为77条在母法里面有那个嘛，哦，已经有罚则嘛。包委员，那个罚则也是在建筑法的本文里面呐，所以说它并不是哦执法才定罚则。办法，然后罚则是91条。对。77条里面会比较清楚，你就要告违反77条的规定。七楼以上15年以上，现在定在建筑法里面。对你们来讲，是法意更明确，然后你在执行上更有助。因为现在建筑法哈，就是为了这个0206哈，我们也提了建筑法的修法，那或者是李委员或者是各位委员的这个意见。到时候我们在建筑法的那时候，再把它去，再去把它看有什么比较好一点，那时候再把它进来。那个违反77条的处罚规定在哪里了？91。所以你们有打算要把它在建筑法里面再写得更明确，再收集？可以的。今天如果说今天大家同意，所有委员同意说《公益大厦条例》因为适用跟建筑法的适用的对象还是有不一样的啊，没有说完全一样。更所有的都建筑物，只要是还都要。所以如果说今天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在建筑法的修正案的时候，特别针对77条或者是91条的法则，有这个不够的地方，我们在那时候再把它纳进来。这个有关于这个外墙剥落的问题，的确现在民众真的非常的关心了，啊。那当然，刚刚这个营建署署长的说法有他的道理，就是说建筑法它事实上是更适用所有的建物，不是只有公寓大厦。那如果就整个我们希望范围是大的，然后法令的强度是强的，我可不可以具体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个类似附带决议，要求营建署在多久的期限内你完成相关意见的收集，而且必须把你相关的修法送进来，让内政委员会可以及早来审议。那这个也表示说我们政府机关是重视这件事情，但是你们是希望可以再征询一下更广泛的意见，而且是把它拉到建筑法，让更多的建筑物都可以适用这样的法规，不是只有这一种是住宅式的可能适用这样的法规。因为的确发生这一种剥落的，有一些是办公大楼，不一定是住宅。那如果你们的方向是朝向更广泛，然后也一定会送修法进来，那我个人是也支持可以是这样的做法，但是是不是给委员会一个明确的时间？譬如说，署长，你觉得你们回去研议可能是多久时间，再把建筑法修法的这个法条就是送进来这样？那这个早上嘛，赶快嘛。好，那个大家意见都差不多，比较一致了嘛，哈。就我跟我们这个委员会建议啊，刚刚这个汪玉明委员有建议说写那个弄个附带决议。对了，大家有没有意见？有一个期限，说你们预计，比如说可以的，李俊杰的还到那个概括授权，那个范围上宽啦，啊。因为建筑物安全哈，它也不是说只有外墙的瓷砖一项，当然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哈。但是它也有结构，也有所谓的这个结构啊，那也有包括它的设备啊，两大部分嘛啊，建筑物的一个这个的一个使用啊。那建筑法77条，它有规定到建筑的包括所有权人跟使用人，所以它其实它的规定是比较更清楚了。好，那你公益大厦建造完成，你在不同的规定里头，那这个要处罚的对象到底是谁？卢秀燕49条。好，那个
卢秀燕委员的四十九条处罚的对象是区分所有权人，或者是管委会，哦，那个反而范围更小，啊，那应该还是要回归建筑法里面，他的一个，假如我违反规定，他处罚的对象是所有权人跟使用人嘛，啊，安尼到时变哪会？哎，书记啊，署长，署长。那以后要处罚这个谁？所有权人、使用人。对啊。那到底对象是谁？就是。万一已经十五年了啦，假设啦哈。是。那房子都卖完了，都是住户在使用。而且是新。那万一有这个没有按照建筑法七十七条，那因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它处罚的对象是区分所有权人嘛。对。对不对？那，啊，你七十七条。所有权人跟使用人，安尼到底是，迄到底变哪会啊？说明一下，说明一下，来。这个这样子啦，哈，也是我们那个执法可能要顾及到了，所以现在跟地方政府是开了几次会了，哈，那有一些相关的，我是说我们一定今年嘛。如果说今年这样子，刚刚王委员说的，我们送过了。我们如果说通过以后，送给这个内政委员会，大家觉得说还是不够。不过那在是不是啊，要补公益大厦呢？还是在建筑法的修法的时候再来看？那时候是这样子，好不好？啊，那我建议这样哈，卢秀慧委员有两条嘛，对不对？十二条之一跟四十九条，这个我们保留好不好？等他们弄完再。等他们弄完再。来来来，吴清敏。针对哈外墙脱落哈，你讲要处罚对象哈，要是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主任委员跟管理委员会哈，伊拢是义务组诶，啊，你到时候哈，你就变成没有人敢干主任委员跟管理委员会，好，这争议非常的大哈，好，这本身哈，比较哈，而且那内政部过来严厉些哈。花市长，这个是真的。对了，那个可能在收集意见的时候也收，顺便收集，看大家觉得怎么做会比较符合。我想，我认为回归到建筑法来去修，因为我认为这件外墙剥落这件事情其实是最近这几年不断频繁的发生，所以我认为我也可以接受回归到建筑法，我也认为似乎回归到建筑法是比较妥当恰当的，但是就是说。最后是谁管理？然后这个空窗期，因为最近其实地震也好，风灾、热胀冷缩变化会非常大，所以这个空窗期应该怎么来去做处理？然后另外我要再提醒一下，修建筑法的时候，因为上次我跟物流工会也好，保全工会他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他们也跟我讲说，如果回归到区分所有权人来去做管理。那当然是，那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外墙，当时在做规划设计的时候，它就是爬不上去，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每一年去做检查。所以到时候拜托内政部营建署这边在做技术性的去做处理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因素都涵盖进去，怎么去做思考，好不好？这个讲较白话的，就是讲，譬如讲一栋大楼，哈，啊是公寓嘛，啊五楼这个瓷砖落来弄死一个人啦，哦。安尼到底要啊？这要处罚啊？到底是要处罚建筑物所有人，还是管理委员会，还是迄个内底租处迄个人？啊，安尼到底是啥？要处罚啥？分类清楚，我要求国赔来同意了。但是我是讲真的话，大家只讨论到检查，那我又提一个方案。那个次长跟司长，你想，如果这个墙面有多大的时候，要拿几分之几，大概它的成本先提拨在那边，以防万一，不到时候哈，发生事情没有人要承担责任。第二点，其实你那个公益大厦，你挨个搭硬架去给它爆了哈，那个成本很高哎，比你的盖房子的时候还要高啊，所以我在。那个网络上有人家讲说，哦，他有专门这样的技术掉下来，我不晓得可以不可以，不然那个成本很高。所以在这几样的考量之间，我觉得到时候真的要解决掉，当然检查你要做出来。第二个就是说，建商要提拨一些，到底哪一栋大楼万一有这样的情形以后，好，哦，要如何去那个？当然会增加成本，但是一种保障安全，政府再补贴一些。
哦啊，再来租户哦，出了一些钱，但是六都的可以不用，六都的都比较有钱呐、啊，乡下的比较没有钱呐、啊。我一直在强调这样，怎样？啊，苗栗优先，我讲哈、哦，比较乡下的地区，这个哈、哦、已经发生了三个 case， 已经送来我那一边了。偶尔去看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情形？地震的一个原因，现在极端的气候哈，哦，热涨冷缩变成磁砖在掉的时候，非常的厉害，而且以前的技术比较不好，现在技术要如何加强，这个都一定要规范出来。我看从建筑法规那边呢、啊、去处理这些，才能永远的解决了。无大讲无甲做，还要去拼个，那个用价一搭上去，比盖房子你当初盖的还贵啊。哦，这一点要考量，不然你说检查有什么用？检查还是会掉下来啊！要有补救的措施，想一个好的办法出来，好不好？好，好谢谢我个人的建议。那个保护呢？刚才我问的问题，这一栋那个20年的公寓了哈，五楼的瓷砖脱落，掉下来打到。打到一个人，我因为那个跟主席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因为行政法法24条它有规定啊，就是说你一个行为如果、大家肃静一下，哎，你讲话多声，哎，就是说行政法法24条它第一项有规定啊，就是说一行为违反数个行政法上义务要处罚锾的话，它是依法定罚锾的最高额处罚，然后不能低于最低额。那就是说，如果依照这个规定来看，我们看目前建筑法91条跟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的罚锾额度来看的话，因为看起来是建筑法是比较高了，就是说虽然纵使我们这边定了一个这个规定之后，最后适用的结果还是会回到建筑法的处罚规定的。那而且就是说建筑法它处罚的手段，除了那个罚锾以外，它有那个限期停止使用，这个是属于其他种类行政法的，就看起来建筑法的处罚是比较完整的。那就在这边增订的话，可能实质上没有办法达到。我现在刚刚问你了，就是说是那一栋几十年的公务啦。啊！伊个就是讲，迄栋我、迄间我个嘛。嗯。啊，我瓷砖落个，伊弄死个，看一个乌巴桑啦，吼、哦。对。啊，安尼法律责任是过失啊，是安怎啊？是嘿，这是到底是对象是啥？就是因为他要看他的那个违反义务的当，就是法规他规定的，就是说负担这个注意义务的权，就是说义务人是谁啦。那就是说，如果以我们目前这个公益大厦现在目前委员建议修正的文字，看起来好像是。建筑所有人区分所有权人或者是管理委员会嘛，他就是说法律赋予他这样子的人，他有这样子的注意义务，所以他如果掉下来的话，那当然就是依照法规的规定，认为说他就是应该是区分所有权人或者是管理委员会了。区、分所有权人就是我啊。对，那就变成是区分所有权人，因为法律规定他对于这样子的负担这样义务的话，可能在民事责任部分他会成立不真正连带债务了，因为他法规规定他们是依照他们的那个。共有的比例来去负担这个责任啊。对，这里、好，谢谢。那个营建署哈、哦，您等一下，这里用我清楚好吗？哦，这个状况可能发生嘛？哎、欸，咪刚刚讲您点，因为你对象到底那叫伊的讲法，就是区分所有权人就是屋主啦。啊，屋主我他有可能讲我特别去维修这个嘿，你可能跟管委会有关系嘛？啊，管委会不爱维修。嗯、我明仔讲，我家己讲，我要去维修瓷砖嘛，不可能啊。嗯，所以可能要有一些强制性的一些规定，有一些义务要去做这个嘛。啊，假如有违反义务的话，才去处理嘛。针对哈啊，公益大厦哈、啊，这个瓷砖脱落哈，本身哈、啊，在咱的选区内底哈，有真多问题哈，拢、会去天时地利哈，这个社区的问题，尤其伫这个问题，你讲哈、啊，一个承建户，一起二真侪是租房处，真侪是因为外墙，大部分他们都不会去管外墙，但是你脱落，你讲哈、啊，他们因。你讲这责任要归属因，但是，吼、哦，吼、哦，脱落，吼、哦，啊，你讲吼、哦，这个责任要归属因来讲，吼、哦，这嘛是吼，一般吼、哦，你讲以住户来讲，大家拢袂去关心这个问题啊，啊，但是当地是起的是建商起的，安全结果是建商因他了解嘛，对啊，陈昌明来讲，其实这个你讲。伫责任的归属，其实建商是真大个关系。你讲要送给管理委员会，他们也不会去讲去了解讲伊这安全结构的问题。所以，比较吼未来吼，咱要解决这个问题，吼一定爱讲吼，特
特别吼，甲咱的建商、甲管理委员会，恁爱去深入去了解，吼，因问题伫倒位，毋是讲啊，咱制定了后，未来法则要发生，吼，为的是业者租厝的人，还是讲伊侵犯所有权的人，伊根本他们也不知道讲伊的外墙到底有安全无安全，吼，真侪吼，真侪人吼，这拢是特地讲，咱一定爱去深入去了解，吼。所以我是建议这样的，大概意见大家差不多了，就反正卢学院委员的条文我们先保留在我们委员会，因为也有一些还是刚刚那个营建署也没有想清楚的地方还是有，对了，有了，因为你那叫刚刚我们法务部表示意见，处罚对象是谁，他啊有可能是区分所有权人或者是管委会嘛，那就这样，那你除非在法律的规定你要有一些法律上管委会应尽的义务，他没有做到应尽的义务，那才有可能处罚管委会嘛。啊，不然的话，有可能按照现在实务上，区分所有权人，像我住五楼嘛，哈，我是屋主，这个庄和雄，我们要慢下来了。这个大律师哦，一块瓷砖落下来了，弄到人，安尼到责任到底是啥？我们营建署先说明一下，等下建筑研究所也说明一下了哈。来，好，来，我们之前做过有关瓷砖掉落的原因的一些调查啊，那调查的结果大概瓷砖掉落的原因，我们把它区分为三种原因了哈。第一个原因大概是这个所谓的施工的问题啊，或者是那个材料的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因素。那其他的因素就会包括有一些像天灾啊、地震以后啊、这个建筑物啊、震动啊、这个扯裂啊，啊或者是酸雨的问题等等啊。所以像类似这样的东西啊，其实它的责任归属啊，很难讲说一定就是区分所有权人或者是建筑物管委会的主委啦。所以要就责的时候，其实是要了解说这个建筑物它当初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瓷砖剥落？就像刚刚委员讲的，那个建设公司把房子盖好了，然后再交给这个住户，那住户在使用嘛。可是当初这个建筑物在施工的时候，他可能材料使用错误，他拿地砖去贴瓷砖，那地砖本身的那个没有那个角，他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这个附着在这个水泥砂浆上面，所以。我们有看过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事实上有一些是当初施工就有的问题，或设计上伸缩缝没有做好的问题也有可能，所以它的原因其实是很多种。好，张瑞雄委员，因为朱先生，昨天这个我是觉得有点怪了哈、哦，你像比如说，刚主席的讲迄瓷砖落来还剩下的，咱大家拢住伫一栋厝，啊，住因。啊，因头前迄五个管委会，伊做主委，啊，阮兜个落来啊，伊讲责任要算我个嘛，唔对嘞，厝也毋是我起个啊，平时也毋是我咧维护个啊，绝对不会是我们的，我们这些都区分所有权人是组成分子，所有的人外墙掉下那个瓷砖，不会是个别那一户的，因为我们咱都不蜘蛛人，更啊得当一个月去遐看一抓，不可能。实务上个解决，其实就是说，过去拢吹不住了。诉讼上看在咧搞了些中狗，有的没有组成管理委员会、啊，真的没有啊！啊你要告谁？所以就一二三四，我们二十户全部都告。啊，不，你告挂了对啊？哎，告你一头捞来告嘞，拢当事人不适格，全部都驳掉。所以我们今天要解决的到底是，目的是要解决啥？是要诉讼上吼，遐行过，我哩楼卡行过，嗯，安内一地落落来，是要这个受害人较好去找着住。应该这个好像也是一个概念嘛。啊，不然即使到会都是你们在开，啊，不然个包厢跟恁管理委员恁改叫的，啊，搁要搞阮村所有权人，要叫阮负责，这也很奇怪啊。哦，这些这我安尼也，所以我意思就是讲吼，修法的方向应该是讲，你的管委会假设管委会有组成嘛，哦，啊管委会当然有啊，这个当然是共同意识的行使嘛，吼、哦，啊伊应该是
我在有，就是说他应该他有要赋予他一些义务啦，啊，你至少一些建筑物的设备这个部分啊，这应该瓷砖应该是算他结构一部分吗？还是他的设备？啊，不管了哈，反正这个他有一些。你买不定瓷砖呢？有些你外靠你讲加什么？你要强啦，啊是加什么咧？贵个惊落雨，啊是空中那个造景意象加一个啊，迄算啥个？迄个后许咱几号个？迄嘛恁管委会家己决定个，无你讲阮规工咧上班，无你讲我出国，嘛恁讲好就好啊。是啊，啊所以但管委会是大家住户投票个啊，啊所以管委会他要去负责，就说外墙他要去注意啊。注意说这个时间到要维修啊，维修就是要跟大家这个收钱去做整体的维护啊，不是吗？对啦，啊，现在是说看你要规范的目的是要规范哪一项啊？没有没有，对，但是维修你不可能只维修五楼的瓷砖，一定是全部的瓷砖一次换嘛，还是怎么样？主席，再来啊。我那个没钱啊，如果没有钱呢？对了，来来来，我回应一下，因为确实的，就是说发生这个掉落，其实它有很多种不同的东西的掉落，它的权责本来就会不大一样了哈。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在说，就好像说，山坡落石打到车子，到底要不要国赔？假设那是国有土地的话。哦，到底那样的状况，到底要不要国家？到底要不要付？啊，看公务人员有疏失无啊？对啦，就是说，如果它是自然的哈，所以我在想，它应该第一个是说造成这个灾害的这个原因类型，它必须要分类。另外一个是在说责任的归属这个事情，确实，管委会确实刚刚很多委员都提到哈，那如果说苛责管委会，没有人敢做主委，没有人敢做，但是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社区共同的责任，那这个部分就比较相对清楚。那所谓社区共同的责任到底怎么样苛责，它的苛责的效果会是最合理的，那这个部分也要去思考。好，那使用人所有权人这个部分又是另外问题，因为使用的有时候是房客，房客在房子里面被东西掉下来砸到都还是房东的责任，那为什么外面的掉下去变成是他的责任？好，这里面就好像我们住在房子里面，哦，天花板上掉一块下来打到房客，其实这是房东的责任哦。但是为什么我外墙掉下去变成是房客的责任？这里面都有它的错乱的地方啦，好不好？所以说请各位委员就给我们带回去，我们针对这个议题哈，做一个通盘的一个整理，好，再来提。好，那个我做两个结论了哈，一个这个大家大多数人的意见了哈，是认为说这个应该是到回归到建筑法跟它的适应细则去处理啦，这第一个。啊，第二个，这个卢秀燕委员的这个版本，我们还是保留在委员会啊。那等大概他们已经啊有结论的时候，要回头过来修的时候，我们再拿出来修。来，我刚才一直强调哦，因为我最近接到很多陈情，因为30年以上老屋很多，那我也尊重你们回去仔细的做研究。那各县市政府在这一段修法的过程当中，权责怎么去做一些区责划分？譬如说以台北市政府来说，他们就会要建管处去做一些加强，他们有编一笔经费来去做。当然我没有一定说是要政府各县市政府来编，但是就是说在这个缓冲期间怎么去做一些处理，你们可能要跟各县市政府多做一些沟通，好不好？好，这个就我看不要再讨论了，好不好？就大概先这个先保留，然后来李彦秀委员来了，我们先处理了第13条。哎，来，按照老人福利法的规定，就第二条的规定，65岁以上就是老人，所以那个名词在我们国内是用老人这个名词。啊 ，OK。那国际间大概是用高龄者，65岁以上。那个法制局呢？一样是65岁以上。哎，
报告委员会，关于老人是老人福利法里面、哦、有规定没错，那儿童的话是在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益保障法里面也有规定儿童，那如果我们要避开儿童跟老人这种比较敏感的代称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十二岁以下六十五岁以上自住户，这样好像也避开了。那如果说是因为长者，他用的长者大概是不是要避开老人，有些人觉得六十五岁还不算老人的话，这种疑虑的话，是不是因为长者在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哦、在我们的法律里面并没有这样的讲法用法啦，那倒是有年长者在国防部的相关法规里面规有，那这样子还有就是他讲说十二岁就不将长者划掉，那就和儿童也划掉，这样会不会适当？儿童是几岁啊？十二岁嘛。十二岁以下就是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益保障法里面也有规定儿童啦。或这个级。或因为 这如果加级的话，有时候会变成两者都要兼具以上。住户是人的意思吗？好了，因为住户不见得是人呐、啊，因为住户有可能是公司啊、法人呐、啊，对不对？所以他不见得是自然人呐、啊，他有可能是法人、啊。对啊，我建议一下哈，就是说定义的话，因为我们其他在儿童在儿少权益保障法有明确的规范，就是十二岁以下的儿童。那在这个老人福利法第二条也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那我觉得既然入法。法意让它一致性，okay, 然后明确化，好不好？谢谢。好，就是十二岁以下儿童或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呢、啊嗯。好，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你就按照修正条文哈。住户有啊，就是老人之住户啊、嗯。我们等一下再处理了，我们先把文字顺过哈。那十二条之一保留嘛哈。李彦秀委员的条文呢？各位立即全部检修更换，做得到做不到？啊，这个我们保留到建筑法修吗？好，李委员同意吗？我同意。好 ，OK， 好，十六条，来，我们现在审十六条。好，这个十六条呢，主要是我们看到现在现行啊，《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里面还是有这个歧视宠物的一个弹书存在哦。那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现在大概每3.4户，其实也有一户在养宠物，加上106年，我们要开始上路的是这个临安乐死的政策。那我们的总统蔡文总统其实也一直都很重视动保。然后甚至他也想要颁定这个动保的纲领哦，所以建构一个更友善宠物的环境，我想这个是台湾的趋势。现在经济委员会也正在审的一样是动保的法令哦，就是要加重这个虐待还有禁吃猫狗肉的相关条文。所以呢，这边的话就是过去我有接到这个年轻朋友他养了宠物，然后因为他住在这个社区里面，结果管委会呢就做出了一个决定说不准养宠物，然后他就来陈情说，那请问我是要搬家还是要把这只宠物就又送到动物收容中心，又变成另外一个流浪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是不利我们一再鼓吹说我们希望鼓励社会大众来认养宠物，还有我们整个想要打造台湾成为更友善宠物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所以呢，我才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修法啊。那也很谢谢这个内政部啊，就是刚刚我们在这个会前的讨论，其实有提到说动物的这个范围可能太大，所以呢，前面的禁止条款把动物改成是宠物，那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合理，我也接受。那所有的，我觉得大家这一个修法哈，大家还是要知道说，
即使这个法再怎么修，即使你养宠物，你还是不能去违反就是这种公共卫生、社区的安宁，这个是一个前提。所以因为之前在讨论的时候，有人会举例说那如果这只狗去这个中庭大便，是不是没有办法处理？不会啊，我们今天要解除的只是说在家里你要不可以去社区去做出规定说不准在家里养宠物，就是因为这个其实也违反动物的这个居住权，也违反每一个人他想要养宠物，我要养猫养狗，我需要整个社区管委会，如果你禁止我养，我就不能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但是到了公共的区域，或者是你即使在家里，不得妨碍公共卫生、公共安宁、公共安全，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跟原则。即使在我修法这个版本里面，通通都是一个前提，然后后面也有相对的法则。所以我想这个是要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也希望大家一起支持，谢谢。那个什么，那个我们医师人员是可以把那个动保法哈，那个动物、宠物那些定义啊，那个条文印出来给我们，好不好？宠物就是犬猫，动宠物就是犬猫。哎，这个王委员，这刚好我昨天我咨询到这个了，所以我请教内政部这边了哈。这个你像比如说刚王委员在提到的时候，我写动物跟宠物我写分不啦。啊，蛇咧，有的人很爱蛇的，嗯，那蛇有的人说那是宠物，什么动物，我来讲咧，庄委员，有的人跟蛇在那里收金，对啦，庄委员，我来报告，咱现在动保法里面很明确的，宠物就是犬跟猫，犬猫，非常明确的定义。那有些人说这是我的宠物，那是他个人的定义没有关系，但是呢，在法义上，宠物，如果我们入法的话，把原来的动物改成宠物，依据动保法。就是犬跟猫，啊，养蜥蜴。不过这也怪了，如果说宠物只是两样啊，哈，宠物只是两样，啊，根本就不要写宠物，就是把它特定猫跟狗就好了。因为动保法跟宠物是犬猫。这个，对啦，你无回答伊个问题嘛？我饲蛇、饲蜥蜴、饲乌龟啊，那边乱啦。我你讲这边乱，因为那修正料就是讲，我本讲动物是较宽嘛，哈。那因为也你们这个贵党业委员有意见嘛，那所以呢，就是说要改成宠物，我也不反对，因为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的确，像收养这种流浪犬、流浪猫，这个是现在动保里面最主要的。那这个内政部新调整的版本，它下面有一个，就是说你如果要饲养其他动物的，那这个就是社区的这个区分管理的，也是可以做决定。动保法哈，印给大家第三条第一项第五款了哈，宠物是指犬猫及其他供玩赏伴侣。之目的而饲养或管理之动物。哎，农委会也有人来了。畜牧。农委会。陈继正在吗？陈继正来，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现在。是不是请那个农委会畜牧处的陈志成继正，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农委会。宠物绝对不可能只有两样东西叫宠物了、一定还有其他的啦，一定还有其他了。我举一个例子啦，哈，这不是宠物的啦。我以前在医学院的时候，哈，因为我要做那个标本嘛，哈，啊，标本就有一些那个嘛，你还是标本，因为你要去那个，比如说那个鸡，哦，它也不是伴侣啊。也不是玩赏啊，哦，啊那个鸡，因为你要鸡养大一点，你才能够做标本嘛。那个时候啦，我们要自己做标本嘛，哦，啊，这个鸡就放在公寓啊，那你就弄个房间让它跑来跑去啊。那也要有人养鸡的话，那怎么办？我们宠物是比较广泛啦，不限犬猫啦。那犬猫现在是说特定宠物了，因为比较有要加强管理强度，所以我们把它再列出一个特定宠物加强的管理。所以如果是一般的宠物，不限于犬跟猫，还有其他供伴侣的玩赏的动物，那特定宠物才是指犬或猫是。啊，那李俊伟。
这一条哈，我个人有意见哈。第一个意见就是刚刚的犬猫哈，到底是宠物的定义是什么？因为依照动保法第三条第五款的规定，它有规定的非常清楚，宠物是指犬猫及其他供玩赏伴侣之用的都叫做宠物了。所以它的宠物定义非常广，不是只有犬猫而已，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其实这里我们昨天讨论过，这涉及法益平衡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公益大厦管理的法益跟我饲养犬猫的法益，这里如果有冲突的话，这其实在国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过去在 Boston Cambridge 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地方不准素食业者，不准麦当劳，不准肯德基进去，然后最后告到最高法院，说我一样买房子，为什么 我所有权人是我，为什么我不能在这里经营这个素食业？那最后法院的判决是说，这是社区自己协调出来的管理规则，也就是所谓的社区契约的概念，这个法益你不能违背。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有各种不同的法益的规范，法益的衡平，这个要注意。那到时候会有很多问题，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如果我们今天说管理委员会不得禁止养宠物的话，那管理委员会以后 不得禁止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不得禁止你抽烟，不得禁止你开店，不得禁止你干嘛？那这个大门一开哈，这个没完没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哈，过去在地方政府服务的时候处理过这样的问题。有一个妇人哈，他在他的公寓大厦里面养了52只狗，公寓大厦里面养了52只狗。那因为公寓大厦这一栋公寓大厦也没有禁止他不能养。所以每天在处理就是环保局跟警察人员跟邻居跟这一位饲养者每天在那里吵，那会没完没了。所以我昨天质询的时候就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有法益上的衡平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内政部自己要思考清楚，到底要怎么来处理。齁，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立法者齁，不能只是单纯的说，现在不要禁止，不要禁止说管理委员会，我们就开放说管理委员会不得禁止，那问题就解决，不是这样啊。这里有很多法益上的衡平问题，这个必须非常小心，特别是立法者你要开放这个门，那这个问题会很大。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我比较持保留的态度，我们还是要把法益的衡平性考虑清楚。好，我想有关于这个修法，这个谢谢刚刚李俊委员提出一些他过去看到的一些经验了哈，但是我还是要再强调，就是说台湾有台湾的国情，我要试问各位，我们现在对于整个动保的走向，或者是我们立法的方向，甚至我们现在新政府，我们的总统，他对于整个动保方向的定调是什么？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一个你对于政策走向的一些看法，理念的看法。那如果今天台湾社会，我们是要走向一个更友善宠物的环境，我们所有的立法方向都开始往这边走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一些相关的过去不合时宜的法令，我们的确有一些调整的必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刚刚提到的这种很极端的例子，在一个公寓大厦里面可以养50几只狗，别忘了在我们现在的法令里面，如果它已经侵犯到这个公共的卫生、公共的安宁，那这个是他有违反的问题，还有公共安全，这一个是一个大的前提，就是说为了大家在一个社区里面大家共同生活，我个人认为即使再怎么样修法，公共卫生、公共安宁、公共安全，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所以这种很极端的个案发生在这样子一个前提底下，我们法令是可以处理的，而且是可以开罚的。那我不希望是这种比较极端 的案例，而去限制到一些他真的很有心，也想要去领养这些流浪犬猫的人，让他可能因为有些少数这个社区管委会，他们觉得说哦，是一个充满歧视，就是说你这个犬猫进来，反正我们这边就是很高级啊，我们就是不要看到所有的住户里面有出现这样的行为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真正歧视这个我们动物跟宠物的一个精神。所以我觉得刚刚提到的问题，事实上这个法里面可不可以处理，看起来都是可以的。李俊委，这个部分跟你
照不照顾动物，有没有给动物更好的环境，这个无关啊。哦、我着眼的还是在法益的横平部分。哦、像我个人有养狗，我有养鸟，啊，鸟算不算宠物？哦、那但是因为我在嘉义，我们那个乡下地方，哦、这个陈朝明的用语啦，乡下地方在偏远地方，我有那个环境，我提供给我的宠物有足够运动的环境。那你如果关在一个公寓大厦里面，到底适不适合？啊，如果从这个观点来讲，但是这里的重点不在这里，这里的重点在你要求一个公寓大厦不可以限制什么，那可以限制什么？那这个就是等于在这里开了一个后门，所有的公寓大厦都可以比照这个部分，我要限制什么，我不得限制什么。那如果我住在这里的公寓大厦的人都同意这样的规约，这个是契约权的部分。那这个部分，那你听我讲完嘛，哈，这个部分。如果这个东西如果被改变了，那事实上就造成这个我们所谓契约的法益跟你个人养宠物的法益有所冲突，那到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好，因为你在你的条文里面并没有限制是一只宠物还是两只宠物还是很多只宠物，那每天就会闹成整栋大楼就会因为这样的开放会闹得没完没了。如果是一只狗，那小声的吠一声，那如果就有人检举你怎么办？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在作为一个立法者，我们还是要注意法律的横平性，这个才是真正考虑的重点、哦、不是说我们要提供一个大家没有排斥犬猫的这个环境，而是如何顾虑各种法益的平衡性，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这是我们立法者该做的事情。好，我可不可以再补充哈，这个刚刚李委员提到的我想都是，我不晓得李委员你觉得我们原来在法令上面已经把不得妨碍公共卫生、公共安宁、公共安全这些很重要的原则都放在条文，不是无限上纲，就这些原则都放入的情况底下我们来松绑，我不晓得会产生你刚刚讲的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议题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刚前面才处理过，就是说在我们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里面，我们解除了对于12岁以下儿童跟65岁以上老人，你也不能再用你整个社区的集体的决议来限制说，哎，你这个我不准你安装一些防坠的设施。我们刚前面不是才处理过吗？所以表示说今天社区的管委会也不是有无限上纲的权利决定任何事情，在一些特定的重要的事项上面我们是可以入法去限制他某种的权利的。过去像12岁以下儿童这个防罪条款，过去我也知道在第七届的时候修法根本修不过，到第八届的时候我们极力去倡议才修过，那当时也是有这样的论点啊，说哎，社区管委会反正这个是大家集体意识啊，共同决定啊，你不可以说因为你家里有小孩啊，然后就是说要装防罪测试，只要我说你不准装你就是不准装，那个已经违反到是孩子的这个生命安全了。所以我们前面才刚处理过，在一些特定的情况底下它当然是可以开放的，并不是像刚刚委员讲的说所有都不可以这样子来做范定跟限定。那我只是要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今天台湾我们在这个动保的走向上面，我们是不是要走向一个更友善？那如果我们在这边还允许有一些的这个管理委员会他就进行七成的人就决定说，哎，不行哦，你们这几户养宠物的统统给我搬离或者是把宠物送走，这个真的是一个蛮不合时宜不符合我们现代大家对于说鼓励大家还要多去领养收养这样子的一个法益的。那更何况今天其实农委会也在，就是农委会过去他们也一直支持鼓励大家要多去领养认养，然后我们这边还放着这样的一个条文，我个人是觉得大家真的要深思了，就是说我们是要逐步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了，这个大家可以去思考。那如果刚刚大家对于说要改成宠物或者是范定犬猫，这个我想我没有意见，就是说大家可以来讨论那个范围到底是要更宽，因为原来的动物改成宠物，还是要再更限缩变成是犬猫，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我也聆听各位委员的意见跟看法，我想我个人没有什么样的主观的看法。主席，我还想想了哈，我会觉得其实不管是王委员或者李委员的看法，都不是他们的个人的看法。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态度来看这个条文会比较好啊。你像比如说我个人呢、啊，对这个我概念，我随着大家提出来讨论，
我慢慢的去增加一些看法。可是呢，当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我也发现其实周遭人他有不同的看法。你一只狗也好，一只猫也好，你给抱去为电梯入去啊，有的人看到就哦哟，好可爱哦。另外你边我一看到，像你抱起来要惊死人哟。这个两个人的感觉完全会不同。那有人都看到这个，就是要平啊，金金的平平的，我让别爱黑的鼻，我让刚看了一只狗，看了一只猫了，干嘛怪别怪贵宾？这种人都有。所以我就是说，这部法令在探，对了，这部法令在探讨的时候，它有它的为难的地方，不是说提出来不一样的看法啊，就是没有爱心，不是，反而说这部法令你在立法的时候啊，是说这个怎么样去处理，这种是在处理人间俗事嘛。真正你足介意迄个宠物的人哦，你若对伊较无善意，感觉你讲无水准呐、啊，什么行到什么时代啊，你还是安尼，连爱护宠物的小动物的这种爱心都没有。可是呢，整个住户里面你看啊，拄着什么呢？什么传染疾病的孙哦，你若看伊抱一只孙，你就想，我看我这个孙，我就抱到边啊来呢，这个都很正常啊。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不是，没有养在家绝对没问题啦。养在，我跟你讲，他因为他绝对不会单纯在家啦。那出到公共场所，就是他们社区规定。我的意思，所以说嘛，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讲，你要起领导呢，你家卖给他出人的电梯啦，卖创啥有诶无呀？不，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他就是不喜欢接触到这个东西。个人嘛，我尊重。哦。他所以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他未必在整栋里面，他未必是少数，这个才麻烦呢、啊。你没有办法量化啦，因为你有可能这栋的人吼，拢总爱护小动物的啦，还、啊、会产生争执哦。常常是安怎呢？食物上可能跟你碰到的，因为你比较漂亮啊，你看来较有气质，打人较歹势，跟你冤家，你知不知道？我看到嘛，有足侪不同的。所以整部法令在修的时候，就在其实旁边也会有很多意见进来。本席很开放啊，啊，但是这些问题哦，你也不能说一个法令定下去以后，反而变成一个争端，这也不对。我回答一下这个庄委员刚刚的看法。的确，我在的确这个社会会有人喜欢宠物，有人不喜欢，或者是大家对于宠物，有人可能是养兔子，然后就特别喜欢它或什么。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个人的喜好，我们都应该要予以尊重，喜欢跟不喜欢予以尊重。我们今天要讲的只是一个，如果今天整个社区的管委会，他可以去决定说，我个人家里我要养一只狗，今天所有管委会说不准你在家里养狗，我只问大家，这样子合理吗？那至于说这一只狗出了家门以后，就是你电梯大家搭乘的互相尊重是怎么样的搭乘法，我们的社区里面的我们这个中庭，我们不允许你在这边遛狗大小便，这个是社区规约可以去规定的嘛。今天我们要解除的只是说，你今天可以用集体的法令来限制说，我家里养一只猫养一只狗，还要整个社区的管委会来决定我可不可以养，大家真的认为这样合理吗？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像我们蔡总统这么爱护猫，流浪猫收养那么多只，今天如果他的那个社区里面住了很多可能不喜欢的，有七成的人就开了一个会说，哎，不准你养，你认为合理吗？就是七成的人决定说，其他几户他特别爱护动物的人，他养在他家里，他犯了谁？就是，但是到了公共的场所，我们这边讲得非常清楚，你妨碍了公共的卫生、公共的安宁、公共的安全，这绝对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前提。那所以我是希望这个议题大家好好讨论，讨论这件议题，就像刚刚庄委员讲的，可能都不是为了我们个人了，我们是为了这个未来我们的环境是要建构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定出一个合理的法条这样子。那今天解除的只是解除说，我如果个人要在家里养的，我真的不需要整个对社区管委会七成的人来决定我可不可以在家里养一只猫养一只狗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这样其实是还蛮合理的，并不是说解除了这个条款之后他就可以随地大小便，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他的狗叫得很大声，他可以不用管理，并不是嘛，我们还是有前提的嘛，好不好？主席啊，我报告一下哈，因为针对讲哈，咱的猫跟狗的宠物哈，伊的定义哈，
包括讲吼，伊的宠物，大部分的宠物都是小只的嘛。但是咱一大楼内底有大只，如果大只会去影响到啥？影响到囡仔，大家恐慌。到包括讲吼，一些吼富人吼，咱的富人啊，吼啊，所以讲伫这个部分，那建议讲的，你若伫空旷的所在，家己吼伫床脚吼，饲遐侪都无要紧啊。但是你伫公寓内底，就会变成有争议。包括讲，即马停车市区拢是每栋大楼拢是为着饲狗咧冤家，啊，所以讲吼，你要制定吼小只的还是大只的，好，你定义爱把它抓好啊，哦，你像我们委员说，要是宠物是小只的，应该大部分的住户还能接受，那你大只的一定绝对不能接受啊，比这部分哦，咱来爱个去思考者，因为我曾经我有饲狗，啊，狗去人家丢了，爱向提示你。啊、所以讲吼，伫相对的这个问题出发现啦。我讲我的看法啦，我要听了李俊义讲的有道理哈，啊，王玉明讲的也有道理啊。我觉得哈，这个要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应该是从这个饲养宠物的权利到底它是属于哪一种权利的，从这里出发去看的哈。刚刚这个俊义兄有特别指教那个 Boston 的例子嘛哈，等于讲啊，这个素食店。在一个社区的素食店是不是能够开立，那这个是涉及到哪一种权利的对我来讲啊，这个现在养宠物是这个开玩笑了，但是伴侣权的概念它是属于他私人啊，他私人这个因为宠物嘛，有些人譬如说他现在有很多宠物是比那宠物来贵用哈，老纳古塔哦，上面不会贵，而且也终身的这个伴侣的一个概念呐、啊。那你说啊，我搬到一个社区，那我的伴侣不能进来，哦，所以是区分那些刚刚大家讲的很多的例子，是区分你怎么看待这个宠物的，好、哦、的概念哈、哦。就我认为是这个是人的伴侣，在讲伴侣权当然是比较。有争议的哈，但是宠物是伴侣这个部分，在宠物的定义也是如此。但是回头过来讲说，现行的这个王委员的修正的这个意见哈，概念上我是支持的，但是这个条文的写法哈，这个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把它改一下。好，这个王伟，你既然做事就要负责到底，你回去再，你回去哈，再把这个条文哈，我知道，知道，知道。因为他们已经有他们的条文。因为你的脚概念上，我们同意他饲养了，我是支持的、啊，但是要去解决一些像说，那先听听他们的。那个你要听人家讲，来听我讲，因为我要听你讲，你买条讲，就是讲。这譬如说有人养了50只，有人养了几只啊，他说他我也没有，我都很干净啊，阿姨也都没有叫啊，好、哦、譬如说我养了50只鸡啦哈，或者是毒蛇养了50只，那你这个有没有公共安全呢？好像也没有啊，哦，所以啊这个也没有安宁啊，他也不蜥蜴养了50只他也不会叫啊，啊我就把它当繁殖所啊，我在蜥蜴里面就是专门养蜥蜴在卖啊。就是我的起作者家嘛哈，这个也没有违反你这些规定啊，所以这对这个再加进来我也不反对，但是我不会写啊，你不会写、啊，概念上犬猫大概假如说你一只两只三只哈，这个是或者是六只十只好了啦哈，也许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衍生的一些，比如说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个使用或者是。他不是以伴侣为目的来，你听我外说吧。商业那前面还不得妨碍公共什么什么什么，跟商业为目的，你也公共繁殖场，繁殖场是不行的，农委会不允许，那个是要登记，合法登记的，那个就是抵触到住宅，那是不行。来来来，好了，主席，各位委员好，我想第一个哈，养很多只的哈，其实它就是。已经违反到了公共卫生、公共安宁、公共安全的这个部分呐、啊，所以说其实条文上本来就有处理的机制在里头、哦、那另外，其实大家另外担心是说，
刚 昨天李委员提，李俊委员提到养牛的那种的，哈、哦，就它是动物，已经是动物了，不是宠物的了、哦，那可能这也是我们可以去禁止的一个概念呐、啊。意思就是说，从规约里面、哦、可禁止或不可禁止的这个界限的拿捏，其实大概我们可以接受的，就是说，大概动物的部分都超属于动物而不属于宠物的，大概是我们可禁止的一个认知的范围啦，齁。那另外刚刚讲到很多只的，但我觉得是前面的是公共卫生、公共安宁，他去处理的一个标的，所以我们大概会有个建议的概念是在说，齁，我们在现行条文里面的但书里面说，但法令或规约，齁，另有禁止饲养宠物以外动物之规定时，从其规定。但是其实另外要不要再加注说公寓大厦内不得禁止饲养宠物，我觉得未必有需要加这一句，因为这样已经不禁止了嘛，它只针对动物才禁止，所以说不用再去写不得禁止饲养宠物，不晓得，好，王委员这样可以接受，好，这个可以处理到他们不可以再做出禁养，对对对对对，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对，只要加这一句话，其实只要加这一句话，其实大家的好，那个李俊委员，阿南亚娜，来来来，我个人是没有意见的哈。第一，我不住公寓大厦了哈。那第二，我们那个我整个所在哦，得立马加以哈。我讲就清楚了哈，就说我今天如果三楼我养狗，二楼有个小 baby。那你每天光是处理这个协调的事情都处理不完，哦，你说啊不得妨碍怎么不得妨碍什么啊？只要他叫一声，我就打电话检举啊，我就打电话检举啊。所以每天都在处理这个啦。你如果做过地方行政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每天都在处理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哦，所以这个开放以后哦，这个横平性真的要注意。我举一个例子啊，他那个一只狗呢是秋天大只的啦。啊，一个囡仔楼顶拢待着两回、三回、四回，你啊咧走来走去，家长会惊啦。啊，但是你厝内底，嘿，你是讲这当然啦，因为你有诶进大公寓大楼啦，起来拢是较少年诶爸爸妈妈嘛，啊，囡仔拢细汉，啊，你起迄个大型的，哦，我讲西藏獒犬起啥价啦，哈，啊，迄只啊，对，这个物件，伊阿出嚟也看诶啦，哦。我对了，我跟各位委员报告，我刚刚前面已经一再重申，我们这个社会有喜欢宠物的，也有不喜欢宠物的，大家要彼此互相尊重。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概念，就是说，当他养在家里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权利？或刚刚主席其实也认同，就是说，宠物某种就是有些人会把它视为伴侣，你不可以去判定说你家里可不可以去饲养犬猫这件事情，我觉得去判定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一旦他出了这个，就跟我们其他人类一样，你出了家门，你在公共的领域里面。彼此要互相尊重啊！你养那么大只的狗，人家牵一个小孩子，人家会怕，你要礼让他，让他电梯先行啊！我觉得这个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说这一个法条可不可以放宽的。其实这个法条没有去处理，我们现行的社会就已经是这样。那台湾的社会不是礼运大同篇的社会。我知道，但是我跟各位报告，我们现在3.4户就有一户养宠物，这个问题也存在，不是这个要不要修的问题。大家都同意了，我们是在今天其实大家方向都一样了哈，是在说在法律的规定上怎么让它比较能够把。对的，他的法医没有解决大家一些其他人的问题的。不是，啊，那些问题不是在这里。大只狗，大只狗不是在这里解决的啦。就是宠物的定义。哎呐，因为那个狗也不会叫啊，会咬的人的狗不会叫啊。现在已经存在的问题跟这个修法没有关系。狗叫的话，你还可以用公共卫生的公共安宁的问题去处理。来，主席，我可以来表示一点意见。这个，我家有一只很可爱的猫了哈，我不是把它当作伴侣，我是当作小 baby 哈，好，所以其实是人家讲毛孩子啊，不能被公立博会不毛小孩哈，
好，其实是自己像猫下来的，像小孩一样哈。那当然很乖，什么都很好，没有什么问题了哈。那但是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定这条例，那个宠物或者是动物的界限定义、数量，还有它造成这个我们公共居住这个品质的这个联动的影响啊，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反对啊，所以我们其实是应该要站在这个，我们是立法者了哈，我们不能因为说我是毛小孩，我们全部都说怎么可以禁止哈。那我是在想了哈，我在想有的定义跟有的五花八门的各种不同的状况，其实是我们是很难去处理啊。但是有一件事情哦，我觉得是我在想是不是哈，这个动保团体大家推动，对大家讨论看看啊，是不是它的基本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尊重动物的生命权啊，还有我们在推动保护动物啊，还有我们在政策上支持领养啊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界定说，我们任何的公寓大厦，它不可以就先定说我这里不可以有宠物？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应该是说。应该是说哦，我这个社区，我就先定了一个规约，说本社区不准有宠物，那这样子是我们反对的。好，就说那这个条文该怎么定了？哈，其实我刚才也想半天也想不出来。好，就说这个社区的规约，如果我先有一个认知说本社区就是不准有宠物，甚至有时候我来标榜我们这社区不会有宠物，好，这样我觉得这样就是不对的。啊，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在解决这个问题。那其他的部分哈，其他部分因为我们在22条，其实我们在22条对于违反很多不缴费啦，或者是违反很多建筑规定的很多这个恶劣的住户哈，我们都可以诉请法院要他搬走，甚至拍卖他的房子。好，那这里面也有一个模糊的地带，就是说其他违反法令或规约情节重大。好，所以如果宠物，你说你养了，你把那里养了几只毒蛇当作你的宠物，啊，这我们常常在很多影片里面看到这种有些社会的边缘者，哈，他就是只有宠物是他的家人跟好朋友，啊，那但是会影响整个社区，啊，那如果我们在这里定了说完全都不行，啊，那也会有出入嘛，好，所以我们应该是找一个方法是说。在尊重生命权的情况底下，那我们所有社区不可以定那样的啊，几乎是歧视的一个条文啦，啊，一个公共规约，啊，但是我们还是要保留它的弹性，让社区决定说他们的居住生活不会受到这个宠物所衍生的或者动物所衍生的其他问题的干扰啊，这个是不是？这些我也没有答案的哈，他只是说我们要怎么定哈，啊，以上来那个，这是别闹答案呢，啊，这是别闹答案呢，啊，这是你那个你赞成的，大家都希望说啊，这个更一个友善的社会对小动物大概爱，这个都没错啊，这个可以讲出多好多好多支持的理由啊，那你环境、年纪、时代，就会对事情的判断不一样。刚姚文志在讲，我拢一直笑，你就是讲啥？那一只物件到你遐是安尼是痛噶？你讲只牛会较细只诶？哦，迄位看到讲，哎，只牛，哦，这的宠物，啊，那你讲遐是，哼，你只只要死啊，你只肉牛啊，啊，这只你只黄牛啊，这鸡卵鸭，你都规世人都是拢开始伫遐做事的啊。小时候邻居有养小鳄鱼，好可爱。啊，对哦，啊，这个你怎么去讲它呢？啊，所以你在讲那个狗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因为哦，这譬如讲，我遐装卡啦，我遐装卡，咱第一看到就是实在是足水，无唔对啦。啊，你讲，你若徛伫你的观念，就是讲，哦，你咧虐待那一条牛，啊，我遐牛就是要做工课啊，你我虐待那一条牛，哇，啊，你怎么可以杀那个啊？这个有时候很难去讲，但是进步的立法，我觉得都对啦。只是说，我们今天在这边谈的，其实都不是，你也不是为你自己，我们都不是为自己，就是说各方你怎么样去做调和。我甚至在自己的想法里面的，就是说，这到底，声音大的，
未必是多数嘞、啊，但是那个少数常常都是造成进步的啦。好、哦、啊，所以这块干嘛？刚王委员讲的，其实我也是有道理，觉得有道理。可是就是说，那个道理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很多实务上的问题啊。有人要行起来呢，对了，有人要行起来，都该讲我都看到我来，干嘛看到一只狗，我来看，嚯、哦，我来吃一只，唔知偌好啊。互相尊重。吃一只，唔知偌好啦、啊。有人讲都偏了，鼻都不爱啦。啊，一定会产生问题的，一定是不是我去你家看到你那一条啊？你养在你家，我哪看得到？那是一定出来闹问题。对了，这个庄委员你讲的，有一些我都理解。我觉得我们要把问题的层次分开来。我们今天的这个修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不可以透过，就像刚刚这个姚文智委员讲的，我们不可以透过集体的力量，甚至他只是七成的力量，就来决定说你家里可不可以养犬跟猫这件事情，到底我们实务上已经有出现有这样子的情况，有一些特定的公寓大厦，他们就是整个管委会他们的 policy 就是说，我们这边很高级，所以我们不要出现任何的这个宠物，所以我们就做个一个集体的决议说，你再怎么喜欢动物的人，你不可以在家里养。这件事情到底合理不合理？这是第一个层次。如果是不合理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要松绑。那第二个层次才是说，那这个喜欢动物的人跟不喜欢动物都在我们台湾社会相处。他们在这个公寓大厦，大家都会修 do it do。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大家彼此互相尊重，有保有这个弹性空间，让喜欢宠物的人跟不喜欢宠物的人，他们在这个社区可以和谐的相处，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议题。那修这一个法，当然不可能去解决第二层次的问题，因为那个问题都存在。我已经告诉大家一个客观的数据了，我们现在 3.4 户，其实就有一户在养宠物，这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了，跟我们在修这个法，其实这是两件事了。我觉得如果在文字上大家都可以去调，那大家也听得很清楚，王委员的意思是，其实不能因为每我们连总统都养宠物了，那我们怎么可以说去限定这栋大楼里面不能？那我觉得说文字上都可以去调，然后里面包括我们内政部这边也有一些自己的条文，我觉得说就以文字上去调就好了，不要说在这边去限制啦。那我觉得说这块请大家就多以友善的这个空间养宠物，还是我们有很多很多人在公益大厦里面养，可以开放一点空间啦。这个大家讨论到目前为止都很建设性的哈，对，所以不要说这个对，大家都是想说这个法怎么去，我只是刚刚概念上哦做一个厘清，就是说因为李俊有讲了一些法义上在考量的一些，譬如说社区契约的概念嘛，哈、啊，我只是觉得说宠物是应该是把它视为是伴侣啦，啊、哦，那伴侣的话，这个就属于他个人的，他个人啦，哈、哦，这个属于他个人，我们应该要去保障的权利之一的，这个会可能会比说社区里面盖麦当劳要保障的程度应该稍微高一点啦。高一点呢、啊，啊，但是这个我们没有去解决一些问题啦，就是说我们没有去解决问题，就是说，那我们说管委会不能这样做啊，但是管委会能怎么做了哈、啊？就是说他因为有一些样态嘛哈、啊，譬如说那养了很多，那有一些不见得会符合这些要件呢。对啊，所以现在就是问题说写法的问题了哈、哦，不是他不要好了，我讲啥你来想一下，他讲我拢你咧那，不是我知啦，我当然方向，我是认为讲饲狗饲猫这种，我感觉因为这有的人吼、哦，伊都爱甲加社会嘛，哦爱饲一只两只，他的伴侣这个我们要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是。一般的社会、哦、大概大家都可以接受了。啊，你老公，
对啊，我知道，但是你不要，你现在我的意思说，你应该把这些项目把它跳开去想一下，说其他的这种样态也有可能会碰到了，不是列举这三项碰得到而已的，不是这三项而已啦，还有其他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就嗯啊，对，譬如说我刚刚讲那个，譬如说獒犬起养了三只啦，那真的是会这个大家会。啊，这嘛不是咱讲防公共安全的问题啊，这定义不是这样定义啊。保护部来，保护部快点，你这，我们讲概念上的一些沟通就好了，不要讲到法律条文的规定了。这个，我来概念上做一些澄清啊，法律的概念呢，我因为。现在是说，因为我们在第四项征列后段这个规定，它是限制，它基本上它是限制那个，它那个管委会跟区分所有权会议决议的权利的范围啦。那当然，如果说就这个范围，我们认为太广的话，就是说可能再加一些要件去限制说，然后哪些情形是不能去限制的。那只是说，那刚才有稍微思考一下，不过。因为主席认为这个三个，我本来是想说，因为这个三个就是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安宁跟公共安全、啊、就是说以这三个为范围的话，就是说可能想到文字是说，那个可能把后段的规定一列到另列一项、啊、然后把它修正成说，管理委员会以规约或区分所有权会议决议禁止饲养动物者，以有前项情形者为限、啊、就是说你。就是说用这个文字去限制他的，就是说你要用规约或者是决议去禁止饲养的时候，你必须要以这个公共卫生、公共安宁及公共安全这样子的事由为限啊，就是说他这样子做某种程度上的调和了，就是说他不是完全法规不是完全禁止说你那个区分所有权人不能用规约或者是用会议去决议禁止饲养啊，嘿，就初步想到的方式这样。来，我听了哈，我简单讲一下，来讲哈，那个，这个住户，但简单讲两个概念了哈。那个李俊伟，等于讲住户会当养宠物，哦，这第一，啊，第二，哦，你的管委会你若要用规约，哦，还是讲法令有规定。那规约啦，我们先讲规约。假如要定规约，但是你只能以它妨碍公共卫生、公共安全或公共安宁的规约为限，安尼。你限定这个范围啦。来，要不然他会连坐吧。这个光源讲的哈，我都认同啦哈，我们也朝这个方向。但是你如果实际认真看原来的条文的话，就说住户饲养动物不得妨碍公共卫生、公共安宁跟公共安全，这个前提本来就在那里了。但是后面是但法律或规约另有禁止饲养之规定时，从其规定嘛。你现在是要把这个拿掉，然后还要加上说，管委会不得禁止嘛。所以这个才会产生法义上的争执嘛。才会产生法律上的争执，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管理委员会是没有禁止的哦，现状就可以养哦，是大部分的管理委员会都没有，只有少数的管理委员会有禁止，所以这个要搞清楚。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把后面这一句写成管理委员会不得以规约或这个决议哈、哦、禁止饲养，那跟原来的哈、哦、你说但法律或规约另有禁止饲养之规定，从其规定哈、哦，这个才是产生法益争执的地方嘛。我从头到尾讲的是这句话，哦，因为你现在变成说你把管理委员会他要设置什么规约的权利都拿掉了嘛。好，这个。其实刚刚那个法务部的建议哦，我觉得也是一个如果大家有共识的话，可以往这个方向来调整。但是唯一法务部那个建议呢，可能会有一个效果，就是说在整个社区里面，可能又有一户已经违反，譬如说刚刚主席讲的，他养了可能几十只，然后就是屡劝不听，所以导致说我们整个管委会要做出这样的决议。但是那个决议的方向应该只对于这一户去限制，而不是
做出变成整个社区又通通不能养，因为可能有其他八九户都是养的是很乖的小猫、很乖的小狗，他也从来没有违反。所以如果说法务部的那个建议可以修改成说，他可以在这样子特定的情况底下，他做成决议，但是就是针对该户，那这个也可以解决大家说，好像如果有人失控了，你好像又没有可以什么法去管他，但是我也认为那个方向就是不一致，最不及其他这个很安分守己在养宠物的这些人嘛。如果大家都也赞成支持说，事实上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其实是可以，而且这个是属于个人私领域他去养这个宠物的，但是对于有违反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机制来处理，那我觉得这个大家是真的可以讨论了，这个我态度很开放。我先补充一下，王委员现在讲的跟你原来的立法意就完全相反，你现在是变成给管委会有这个权限，针对特定人他可以约束，就是已经违反了嘛， 对不对？那你还要加上管委会要去去判定说到底谁违反。比如说我养了一只大狗，那我甚至咬过小孩，你说好你不能养，那其他人可以养，你不能养，齁，那管委会变成要去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的立法的原意不是这样嘛，你的立法原意是说管委会不得禁止嘛，对不对？那但是在原条文他就有说嘛，管委会本来就保有这样的权限嘛，那你现在讲的刚好跟你原来立法意完全相反，你现在是说还要赋予管委会这个权限去管，说特定的你如果有违反的就不行，那你如果没有违反的就可以，那管委会哪有这种能耐啊。这个李委员，我觉得大家沟通好，就是可以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真的蓝绿没有什么政治立场了，大家对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好，所以我们大家好好的来讨论。就是刚刚我觉得今天主席的才是也很好，就是说在大方向上，我想今天与会者大家都没有反对，就是说个人可以去养动物的权利，养宠物的权利，我想这一点如果从刚刚讨论到现在，这个大家都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那这个也是我原来立法的精神，就是说因为实务上还有人要用集体的会议来限制个别个人在这一栋社区里面他养宠物的权利，那我们是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提案的一个法益，这个认为已经违反到你侵害到他个人的一个权益了嘛，我要养宠物，我要整个社区可以来规范我说可不可以养。那第二个层次才是说，讨论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有提到，包括主席也提到说，万一有人违反哦，他可能就是养了那种超大只的或者是很多只，然后屡劝不听，即使我们在法条都已经写了公共安全、公共安宁、公共卫生，他就屡劝不听。那刚刚法务部的建议是说，那就倒过来，就是说原则上我们通通都是开放的哦，你也不可以去限制哦，除非在有住户发生这种违反上述的情况，那他们可以开会再做决议这样子。所以从头到尾大家立场我想都没有太大的差异，我们支持个人他可以在自己家里养宠物，这个是他个人的权益这样子，我想是这样。这个问题啊，我比较实务的观点，你要去限制他，让管理委员会每个人吵就会吵架跟吵闹的情形发生，而且会制造对立。我觉得你要最重要就是公益大厦它的管理委员会要定一个自治规则，自治规则里面可能说不能养，大家同意不能养，可能说可以养，可以养，但是可以养一定会打扰到公共安宁及那个安全的关系上。你应该是你们要想好说，这个事情如果这样规定下来，好，如果有住户不遵从妨碍到他人的权益的时候，你应该给管理委员会，如果屡劝不听几次以后，可以诉诸于法律，你都没人敢给啊。好，不然你没有一个处罚的规定，没有给管理委员会一个权利在，他可以去控告，可以去拜托他几次以后，就能把他提出来，这样子大家才会遵守规矩。我们不要说，公人话狗熊啊，一定要这个地方把它自治规则订立起来，几次以后屡劝不听，经过所有管理委员签名了以后，大家觉得说这个要提出告示的时候，就可以提出告示，就由法律来解决，才有办法治标跟治本啊。没说啊，解都没说啊，你住过大楼那里面，那个可以说包括千楼万象在
啊，等一下都找政治人物，我们都要去跑那个地方，都很麻烦呐、啊。尤其你们都市的都是公益大厦很多啊，你们要好好去解决问题，把我的意见拿出来，我们避免在外。啊，如果他们要施诸法律，就让他们，但是有条件的给他们施诸法律，我觉得很重要。那个署长、处长，你们要想这一些问题，从实务的观点来解决，那个才能真是有效去处理所有公益大厦的住户关于养宠物的原则。好，谢谢。你是在刷存在感呢？你讲啥我拢听无。搞或者上面的上面的管理委员会给他们法律上的权利，法律上的权利哪需要管理委员会？不是，每个人都。我说虚妄呀！公益大厦管理委员会它有自治的规则，自治规则大家要去遵从。如果没有遵从的时候，管理委员会得以提出告示。没告上，狗要有名目啊，没告上。啊，各地台公屡劝不听啊，妨碍。屡劝不听，那都不构成违法，屡劝不听。好了，检察官你这样，你讲你别个告上，你讲。啊，你讲检察官个靠听讲，哎呦，他屡劝不听。啊，屡劝不听，起诉了以后，在委员会里面劝告下来，不立即来去讲讲的是，咱得叫做小工好看，我保护宠物，但是给咱推出来，我就是跟你讲。不一个原则要有解决的办法。我知你好意啦，啊，但是严重性不是这样。公益大厦管理条例不是规范这个啦，不是讲你的违反我的规约吼，啊，我用我那哪里啊，我要来找检察官，找我你，拢不是，那是你个违反了哦。黑话恐怖，你知不知？管理员唔叫，要创啥？他都给你拍卖咧。管理员，我不，迄管理员，因为他都给你驱逐的，你知道不？起码是讲宠物，我讲基金，你要管理基金，所以你讲到重点的啦。哦，那要驱逐谁啊？那是去管理管委会可以驱逐住户，不可以。不 ，A 啦 A 啦，我意思讲，都已经高到可以驱逐住户了，他可不可以驱逐宠物？他哪里有高到可以驱逐住户？你唔知哦，你开玩笑，你真正唔知有哦，你等一下看麦啊，真正有诶。我跟你讲，有是，大家你讲遐条件的，咱的那叫咱两个，你的实务上看到我们两个一致啊，是讲你迄、那个你迄个概念是讲，到时一导换你听导，感觉我听，唔是迄这个这部法律的设计唔是安尼啊。你导你导我光听不好啊，我光讲你是在靠啥？简单，我应该讲笑笑安尼哦，买个员工笑笑，你都好。你养的已经危害到公共居住的安全跟安宁的时候，无从举证起啊！啊，无从举证，他们要去拍摄，要去那个嘛，他要拿出证据出来，不然我们怎么修法都是一样。所以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不然让他继续下去闹嘛。我知啦，因为你较慢来，我搁等几秒钟我再就，几秒钟我再就，大概你烦恼啥，你知唔知？烦恼啥？黑龙照这个法令一通过以后啊。两个方向，第一个，但对动物很友善，这种好代志。但是另外一个方向的是讲，是啊，出边个表有企业跟无企业紧张关系来啦。啊，对，没有错，我都了解。啊，就是安尼，嘛说都想无波，即嘛就是即个想无波，嘛僵持不下。啊，想无波，咱来想出有波，无你要做立法委员冲啥？啊，就是还不成熟嘛。还不成熟嘛？可不可以建议一下主席哈？就是说，因为刚才法务部也提出一个这个修法的方向，那事实上这个内政部也有一个修正的文字，是不是主席可以裁示？就是说，让内政部跟这个法务部待会休息时间，他们再研议一下那个版本跟方向，然后之后先保留，我们回过头来再来处理，可不可以这样子？准这条靠争议呢。那个主席啊，拍谁？好了，来，我先讲一下再停了，好不好？那个23条哈，我们虽然今天修法没有了哈，啊？有吗？好，拍摄。好了，好了，就是讲23条这条那是提掉哈，是不是？还是我们还没讨论到那里，是不是？好，来了哈，我是更加呀，主席，我讲一下了啊。就23条第三项，当然是删掉了哈。这个王玉明的委提案就是这样嘛哈，对不对？就是，也就是我刚刚讲的，不得已用定定这样的规约了哈。
那那这一条哈，这一条坦白讲，以现在的大家的法治教育，还有对自己权利义务的主张啊，说刚刚法务部建议说，如果有哪个社区啦，它不是以公共安全、公共安宁或公共卫生这些理由哈，我其实不太相信，他会以说这宠物太丑，然后说不准养吗？不会啦。不会，我觉得那个部分那样设定哦，也是有点奇怪啊。就是说，它不可能是这三个理由以外啦。那我们如果特别再写啊，我觉得应该也对，也变成是对管委会哈、啊、这的一种完全的不信任啊。是不是这一条改成那个，就是说不能决议说全体住户禁止饲养？就是二十三条了。啊？哦，直接处理二十三条是不是？对啊，其实直接处理第十那个二十三条，就有达到说你不可以拿这个理由作为整个社区的规约嘛。好、哦，那就是说你不能有一个前提说这个社区不可以养宠物。好、哦，那其他的很多。各种包，刚刚陈昌明说的包罗万象，不是千罗万象啊。这所有的，好、啊，所有的理由，那还是原来的方式处理。我整理一下大家意思啦，哈、哦，等于讲，对对养宠物大家都同意啦，啊、哦，那你也不能没有任何的理由说不能养宠物啦，啊、哦，那假如说。这样的话，那你我们在规约里面，我们在公益大家管理条例就要明定它规约的一个有关宠物这个部分的一个方向嘛。你说你不可以禁止嘛，好、哦，啊不可以禁止的话，什么情况针对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它可以定一些管理的规定啦。假如它有一些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什么，它可以定一些规定，这样来处理的。好、哦。就说你契约你不能你的规约你不能第一条你就或者是其中一条你就听说不能养宠物这样不行没有任何的前提目的这样我们是反对的、哦、但是假如它涉及违反公共安全的一些什么条件它定一些譬如说、哦、这个公共它有一些项目然后它的规约内容我不晓得怎么定但是它有很定的一些、哦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公共安宁的一些事项，那他管委会他可以要求你。我已经离开台北市了，台北市嘛过来找我，也唔得。刚好天母那边有一个，有一个社区啊，有一个社区叫两千人。你搞好我注意唔得，管委会哦，比如讲这届加另外一届。你除非你找一个足白目、足敢处理代志的，啊，无大家歹得死人啊！迄狗仔一个带落来了，迄只狗吼，伊讲话人无甲洗身躯啦，臭甲要死啊！吼，无公共卫生，咱伫遮咧讲公共卫生足好处理代志，啥叫公共卫生？你敢若讲迄个臭味道，你说臭？陈昌明讲不臭，苏婷讲袂歹，这鼻味个鼻感个袂歹。应该不至于有这样啊！你刚才那个臭，你就没办法解决了啦。谁来定义它到底是不是臭？没叫上来，你违反的呢？你刚才发生什么代志？刚才臭吼，臭你来叫闻臭师来的。我跟你讲，对嘛？好吧，我是讲食物的拿出来给大家。你这我随搞你吐等你啦。啊，个吐啦！我可以有你参考的。阿曼讲动物，你讲人嘛，同款啊，对不对？啊，你人咩喏？所以讲，难道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修法、啊，我讲是讲啊，大概食物啦，他如果歧视宠物啊，没啦，我歧视，我为了把它解决问题，他歧视宠物，没有办法解决事情啦。人差别待遇、啊，公益大厦自治管理规则哦，你不要去明定嘛。如果他有明定，你卖公啊，不能禁止，好、哦，那个养宠物。如果我整栋大楼的时候说我们都同意要禁止的话，你也不能去挡他嘛。这个叫自立条约。我讲一个实际话，我们立法院对面那个好不好？那个公寓里面，我看到没有带狗出来遛狗的。那个我建议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只能在宠物再
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如果你公约里面自住条例里面不得养狗，你有什么样的情形你要养的时候就可以去那个了，这彼此自住的条例嘛，不然改工台机处理不完了，那里面除了对立天天制造紧张，会记得一句话，千金买屋万金买厝边，所以你底下你有当制造他的紧张嘛？大家讲好，啊，你违反规则，大家都会去迄落啊。啊，你是主张啥啦？我来听无，你是。啊不，你讲的跟王议员不讲呢？没啦，我不一定，我是真的讲，我是不一定说在这个地方，我晓得是会碰到问题。花太多时间了，这个讨论一下，两个等一下，我做一个猜测啦，两个概念啦哈。好，这个我要说服大家啦哈。第一个，这个宠物是伴侣的概念啦。哦，所以他应该不应该禁止他饲养？这个我们要先确立这个原则。哦，那第二个，假如说哦，那社区他要既然要弃养，但是有一些条件啊，这个是刚刚李俊委员在讲说社区契约的概念，这一些的规定事项涉及到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社会安宁，或者是再想一下有哪些情况。那这个可以，管委会可以做一些规定。那这样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有没有意见？一些管理的规定呢？啊，讲清楚。好，可以吗？哈，啊，那详细的文字哈，好，大概方向是这样的哈。等于讲，伊咧顶社会契约，你要有管委会概念上一寡规定，好，好不好？所以这一条我们先保留。好不好？好，但方向是大概是不能禁止饲养了啊，这个是。好，这个概念就是今天立法目的，还是进步的啦，刚刚主席才是的。好了，你可不可以开几家美民进党啊？啊，无你个车来开车。好了，好，刚刚可以离开了，可以离开了。好，这条保留，好不好？好，大概方向这样，我们文字整理完了啊，但是保留是送出去了哦。好。协商的时候再回来的哦。对对对，好，因为他有跟其他嘛。好，这个问题不大了，哎。我们同党有不同的观念，我仍然要强调，我们不要拿砖脚来砸，拿砖来砸自己的脚了。好，我是很实务的在解决问题的。好，因为这样子，大家有没有意见？刚刚的裁示有没有意见？啊。不是党内协商，这条我们保留送出去了。养动物又不是委员会，男的养的跟女的养的，哎，会有不一样啊，哎，可以吗？好，好，欢送王玉明委员了哈，来，好，十八，然后第十八条来，第十八条，第十八条来，哎，姚委员，你也啦。有没有意见？行政部门没有意见嘛？好，那我们就按照。为什么这个要去信托？可能台北的房子那个费用高啊，那个管理费高啊，所以有一笔钱在。但是在乡下，很多人啊都没有缴钱啊。小钱的话，你要说基本事额超过多少以后，有一千万的要就要去信托。或是五百万去信托，强制了，哎，是一个选项，乡下可以，都市也可以，好不好？好啊啊，不信托也可以。是，请仔细看条文。好了，这样可以了。所以那个文字修正来，所以行政部分来，我问一下啦，文字来，就是讲这个是无强制信托的嘛，哈？无啦，无强制信托，你去卖底咧，我从我请这单来，无啦，不啦，你们，好来来，赶快了，赶快，大家。来文字念一下啊，是那个委员的意见，我们遵照办理，但我们希望有一个文字修正，请委员裁示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委员的意见是说，经区所长会议决议交付信托了，那我们是说这个会议的决议只是一个决议了，那实际上还有一个执行的人去交付这个信托，所以我们是建议文字改为，如今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交付信托者，由管理委员会交付信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文字，那这个也跟我们有一个管理委员会，管理已经有，区分所有权会议已经有。你们，这个问题以前我就跟你们提过了，
你是房子的所有权跟使用人，啊，使用人是交管理会的，他没有去参加会议，他告诉你把你编了一个黑暗名义，所以这个文字都要修正好，不是你想的说所有权人啦，啊，我跟你说所有权人告诉你，管理费用是我使用人在交的，又不是所有权人在交的，啊，不你觉得 你这个管理费用就是所有权人交，你才有办法写这样，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好，金管会，金管会呢，有什么问题吗？因为这还是要回到说区分所有权人会议里面决议，是决议他只说我要把这个钱去交付信托，所以信托全然是中性的啦，他只是说执行上是谁去执行，那应该是这个所有权人会议里面这去决定说要去由谁去执行的问题，这跟法条上要不要定，哦，我觉得还是尊重内部的意见。所以经管会是觉得这样，我这样修好，好了，那个是不是按照姚文海呢？你讲那么细，他有时候那个管理委员会又碰到改组哈，区分所有权人会跟管理委员会还在吵架，哦，那个东西都那个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没啦，叫经管会了。好，你说。我们这一项哈，这一项我是不是我们整个把它讲完哈？就是公共从头了哈，公共基金应设专户存款那个储存，这个还是保留嘛哈，并由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因为这个是我们本来的公共基金的管理方式，是不是这个还是让我们保留？那这个还是要不让我们保留？那后半段还需要吗？或者是？后半段就是如今圈所有权人会议决议交付信托者，由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交付信托了，就是跟前面一起，主体是不是会比较明确，让他们去做一个处理？那个大家没有意见嘛？哈，就按照这个修正文字做修正。好，等一下我们再处理的时候呢，回头再来处理了哈。那23条呢？23条就是刚刚那个。啊，23条呢？保留了嘛，哈。跟那，我们协商的时候再回来了哈。49条也保留嘛。啊？啊，那通过的几条？都要通过得背掉。我们这样保留会不会太多？主席啊，我觉得23条哈，23条用规约禁止社区养宠物哦，这个其实可以删掉了。就说宠物的碰到了很多问题，有些时候是管理委员会大家共同讨论哈，那个是宠物衍生的问题。但是如果自始就决定这个我们这个社区不准养宠物哈，这个规约应该不可以定，所以第三款可以直接删掉。这里几三号就是刚到尾就不可以订定我们这个社区的规约是禁止养宠物嘛，它是针对全体住户的规约啦，所以这个先把它删掉应该没有问题吧。那我要重复一下哈，咱刚才在讲12条基因嘛，在讲宠物的部分的，用第一个可以养宠物，这个大家同意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公共卫生、公共安全跟公共安宁的三个部分，管理委员会可以去定一些管理的一些规定嘛。那他规定怎么定？好，那就由管理委员会他的社区的契约他去处理嘛。对不对？刚刚呢，大家意思啊，他的管理规定怎么去管理？比如说，他可能也许会定说啊，这个动物
跟他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啊、哦？啊，或者能怎么样，能怎么样？他可能有一些管理的规定，那由那个规约规章啊、这个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住户他们自己去他们社区自治的部分，他们去处理啊。但是你不能禁止说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就禁止他饲养嘛？这个大家刚刚大家都同意嘛？跟主席跟各位委员哈，是不是建议一下啦？就是说，如果刚刚主席也做那个决议嘛哈，所以说基本上我们是不反对哈，在公益大厦里面饲养宠物，所以我们是不是建议这样子啦？啊，就是说禁止住户饲养宠物以外之动物，是特别约定的，对吧？23条第三，哎啦，就这第三款，可以定宠物啊？没，宠物以外。宠物它就你不能定，就是刚就是应该符合要为你的说的，禁止。哎，啊、我养鸡不行哦，宠物以外、啊、我养我养迷你，因为这个还是重要，因为动物有些这个、哦、还是有人在养。那个，请问一下，农委会宠物的定义是怎样？有了那个逗猫吧，刚刚有讲过说了讲过了，你把它视为伴侣啦，就是、全猫还有这个。这个伴侣或者是玩赏的动物，玩赏啦，伴侣或那个，这个应该没，应该这样也比较好。而且那个动物那个部分，那个还是进来比较好一点，因为这样避免哈，这个有借机会在里面就变成那个动物的那个饲养场啊，或什么之类的。好，那个二十三条，按照刚刚。内政部的修正应届应该还好了，帮保留上这，但十六条还没定哦，十六条就是在写，看怎么写。讲一次，我是觉得主席有二十三条，我是真的觉得删掉就好了啦，因为哦，管理委员会还是有很多其他，还有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在十六条没有做那样处理的时候啊，我们先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规约，就是开放给管理委员会他们自己定，但你如果去定一个说我不得养什么，不得养，特别还要定宠物以外，我干嘛嘛怪怪。好了，删掉了，删掉了，反正我擦嘛。哎，党纪十二条之一去规定就可以了，好不好？十六条。啊，是被党二十三条。报告主席，因为我说一下，二十三条的目的其实是要限制规约的那个扩权。不是删掉，就是不可以拿这个来定规约啊！不是，二十三条其实是更限制规约，你非得用文字的规约才可以、啊啊。那个，但是禁止这个要他拿掉的话，就其实拿掉反而更宽、更宽松，你写进去反而更严格。啊，一起被那个王玉敏呢？王玉敏不是提这样的案吗？一起被较宽松的啦，你是被较严格的啦，你的意思是安尼嘛？要文字啦。你是要较宽松的嘛？我是卖，干嘛卖定啊？未使定。对啦，对啦，啊、所以较宽松嘛。宽松指的是可以养宠物嘛？啊，我们这边是对禁止严格啊，我们是对禁止严格。你要好啦，你的意思是讲这拢放定的意思是讲凊彩拢好嘛？啊，你的意思是讲，这个我会当去定针对动物的啦，不是宠物的啦，所以你两个即卖有落差啦。好，那个保留了，好不好？二十三条。哪一条？二十三条。我是跟姚伟再说明一下啦。规约里面，如果你这条拿掉的话，那是什么都不能定。但是我们现在改了以后，就是说禁止饲养宠物以外，那只是说，特别是宠物这个部分，你绝对不能定在禁止饲养的规约里面。那这样的话，哎、这个就合乎大家刚刚说的第八条先出去了，是这样子。那至于其他的动物有什么等等哈，因为会对住户的刚刚说的那三项安宁卫生啦、啊，还有哈安全，只有这个过吗？有那个话，那当然规约是准他定，这样子反而会更好了，对整个的那个住社区哈的环境品质会更好了，还是准他定比较好了。好，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整个对品质还是好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有这个共识了嘛，就是说不得对宠物的禁养，你不能在规约里面定，所以说这里我们就建议加那五个字就 OK。拆开了，宠物以外之动物啊，这样。这个是第这个有个别的案吗？应该 OK 的。过两个案嘛。禁止行为的限制。啊，动保那个十六条那个。十六条是王玉敏的。
黄玉明是16条跟23条，前面是说要这条载明，除了载明规约，黄玉明是16跟23嘛，哈。但是你从不保留送出去也奇怪了。那你如果在下面这几项有载明的话，例如说条文保留，啊，这个就有效力。你用区分，要不然就是16、23。跟邱志伟这个还是并在一起的，送了。对，四条，有两条，好。那然后好，那个李彦修跟卢秀燕啊，他们可以这么近一年内。好，那个我们开始处理好不好？哎，我宣告一下，你讲保留了，保留了，忘讨论了，也三星保留了。好了，一起讨论了。好。啊，国民党的人呢？国民党的人都不在呢，要处理的人都跑光了。啊，你们有提了一个案子，结果人不见了。好了，保留了。好了，我大概是安尼嘛吼，就动保迄块。对啦。加其他的什么？你看什么65岁，种争议无大。迄都无问题。啊，动保迄个吼，标本写起来。来放假嘛，暑假，一条锁，一条锁，你讲大细只的要处理无？几只的要处理无？动物、宠物要处理无？是嘛？这个来部分。辛苦了。就是这些动物在社区里面的活动，这个管理有规约，另外规范的，但是你不能禁止动物或宠物啊。啊，你规约规范的，啊，你这个红绒不是简单的，我看。算是怎样？就是看你折腿要十岁以下，然后就是。他们都可以自行想要做就可以做嘛，想要设置就可以设置。哎，主席，工作。
啊哈，无爱签名，爱本委员会啊，啊，好那个，各位委员同仁哈，站着没关系，但人不要离开，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条文处理完哈。这四个条文。伊刚才咧讲二十三哈，二十三要照迄个通过吧，先，哎，二十三过吧，先嘞。对，照通过，但是十六条。没错，啊。那个，我来啊，文字呢？文字要不要先念？文字要，你先要通过那个文字。你先念了，我较讲。哎，好。那个，我们宣读一下那个修正的协商的这个结论，好不好？那个二十三是要，对，好。那个，好，可以哈。那个姚文智委员跟陈，我下来一下。好，请宣读协商结论。宣读协商结论，第八条第二项据首儿童二字后增订或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其予维持现行法条文。第十八条第三项文字修正为公共基金应设专户储存，并由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如今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交付信托者，由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交付信托，其运用应依区分所有权人会议之决议为之，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第二十三条照案通过。第十六条保留送院会协商，第十二之一及第四十九条择期再审。宣读完毕。然后我是来怎么样？好。来，我被两对这里，两对的嘛哈。好。那个，我跟各位宣读一下哈。我们刚刚处理的部分哈，还有并案不并案、保留不保留的部分，我做一次做个宣告啊，请各位表达一下意见。那个邱志伟委员的提案啊，是第八条啊，跟姚文智委员的第十八条这两个案，那我们并案审查完竣，好，我们送院会，那要不要经党团协商？不用，好，那以后，要推派一委员在讨论本案的时候做补充说明，由本席来做补充说明。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就由本席来做补充说明。那另外，好，王玉明委员所提的第十六条、二十三条条文的修正草案，好，这个刚刚宣读，王委员没有来，好，第十六条保留，二十三条照案通过，好，那。审查完竣，啊，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那本案，那招委你会再召开协商会议。院本案哈，这个送院会协商，大家有没有意见？经党要这个案要再，因为有保留，所以送党团协商。对，再协商。来，等一下，等一下。
我请教一下啦，所以我们现在送出去的是邱志伟案跟姚文智的案，这个是并案送出去嘛。那另外王玉敏委员的案呢，就是我们送出去23条嘛，就是照修正的意见通过嘛，对不对？16跟23都送出去，但16还保留。但是16保留嘛，所以16以后还要再协商嘛。对，所以这个案我们审查完竟，你去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本案经朝野协商，需经朝野协商。党团协商，好，大家没有意见吧？哈，主席，那个，你是不是有意见？来，我不敢有意见，我只是说，你有意见没关系，上来，快点。主席，你刚才有提到说，23条要定一些特别的约定嘛，就是针对那些宠物，不是说禁止宠物，那些宠物不能危害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那些公共安宁的一些特别约定嘛，那些约定事实上不是禁止。那个事实上会呈现在第23条里面的，我们所谓的规约要定针对这些动物的特别约定。没有。那所以如果把这个拿掉的话，会不会概念上不一样？不一样是吧？就说你，那这个等一下他们几位会再说明，你可以注意听一下，哎，好不好？这个有在院会的时候讨论本案的时候做补充，推派一位委员。做补充说明，由本席来做补充说明，各位有没有意见？意见是说会联动是不是，啊，没有意见，我们就这个案子我们就这样做处理啊。那另外，等一下，另外哈，李彦秀委员所提《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3条修正草案，我们另定期审查。卢秀燕委员所提《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12条之一跟第49条条文修正草案，我们另定期处理。各位你有没有意见？好了，主席，我跟那个等一下，马上完。我这个这样，另外这个是谁啦？你们当时不是要附带决议吗？这个啊，没人签名啊，没人参考。内政部不是要附带决议，要不然我签名。你签名又不是我们委员会的。对啊，所以连国民党委员都。那你还附带决议不啦？你被要求内政部营建署要有个附带决议。好，那个。那刚刚那个次长都有听到大家的意见嘛？好，我们做个决议啦。好，我们做个决议，建筑法所规范之范围，啊，较为全面哈。那且已含有限期改善与罚则等处罚规定啊。内政部已就外墙视察评估检查着手研拟。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签证及申报办法，请内政部，我要一年哦，完成啊，一年内完成有关法规之修正与相关配套机制之建立，以维护公共安全啊。然后我们内政委员会在若有。这个一年哈，这个应该是要去修正相关配套法规的，啊，机制或法规，啊，相哦有，这里已经有了相有关法规之修正与相关配套机制之建立维护公共安全，好，可以了哈。好，各位委员没有意见？刚刚宣读罗文智。那个我说明一下第23条啦。好，那这个我们就通过了哈。好通过。来，好，这我看内政部要不要到前面来说？不用了，在这里就好。那个内政部还有点疑虑了哈。不过我们刚刚在检视这个23条的条文哈，事实上第一个动物跟宠物啊，有些时候在这个饲养者的界定啊。不是那么容易了，啊，虽然我们有宠物的认定啦，啊，或动物认定，啊，但是特别以规约来界定，经常会产生啊这个特别的这个限制啊，就是说，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觉得说，啊，动物如果它有动物权，它有生命权啊，甚至我们把它视为伴侣，或把它视为这个自己家庭的一份子啊，那。不得以特别规约去限定说，啊，我们在家里不可以有其他的动物或宠物啊存在，啊，但是我们保留第16条，啊，16条，它如果在社区里面影响了公共卫生、公共安全，或者是这个公共生活的品质的话，那这个社区当然啊
可以还是保留这个弹性，那只是说我们定怎么定啊，要好好来思考。好，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必特别去针对动物或宠物，当然这里是定的是动物啦齁。这些特别约定哦，其实如果把它拿掉啊，其实基本上就是很清楚的标示说我们对动物权对生命权的尊重。好，我们不需要特别说在这里定一条说如果我们定了我们这个社区啊就必须要按照这个规约来做了啊，好不好？所以以上。好，各位还没有什么意见？这个我还是做个说明了哈。第二十三第几条？第十六条跟二十三条哈，我们刚刚大概委员会大家的意见啊，认为啊，这个公益大厦里头啊，不能做啊这个禁止宠物饲养的规定，所以我们在二十三条里头原来的禁止饲养的规定，我们把它删除。这是我们这次修法最重要的一个修法的一个方向，不能做禁止的规定，但是啊，这个对于说啊，有关公益大厦里头，那假如有饲养这些宠物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包括它的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安宁等等这个部分，好，那公益大厦管理怎么样去管理啊？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是可以去做一些特别的在规章里头的一些规定，可以啊，但是不能禁止饲养这个宠物这个规定，这个是刚刚所有的党团大家都同意，大概整个一个方向。那详细的文字啊，我们请这个内政部能够跟动保团体、跟这个这个地方政府管理机关啊，跟或者是公寓大厦的这个相关的团体啊，能够再做沟通，怎么样看去把这个规定能够做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处理啊。那我们这个案，我们是刚刚已经做过宣告，这个是第十六条保留，第二十三条照案通过。好，那我们也要送党团做协商啊，所以等这些意见都沟通完，那我们再来最后再来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法条，那这样就很完备嘛。好，这个让各种不同的这个意见的这个声音，好，能够在我们在修法前能够有更严谨的一个修法的一个参考。好，这个是大概我们刚刚的这个处理的这个过程。那我也请这个内政部啊，能够再征询各团体的一个意见。好，我们最后朝野协商的时候，我们回头再回来处理。好。好，各位委员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意见没有？委员洪委员中意所提书面质询列入公报刊登记录。那假如各位委员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我们今天就开到这边，我们散会。谢谢。